斗地滚滚，或者讲朋友参舞着来演，干来想袂倒转去，但当事业哪做搁在哪稳吼，来安尼来过岗吼，啊，咱来帮天上心表白吼，刘总先生真正非常的心灰灵感，心灰气气，然后会当来甲求恩团万里，信度满天下，来甲保佑咱本身以及咱演干刚开始，咱来请出代替，会当安尼行东西，趁钱无人知，行东人，趁钱拢总无困难，东山北行，互恁做事业。一定来甲拼出一咱成功的第一名吼！来非常感谢杨干做给的好朋友，大家一点礼貌，谢谢大家。来，今晚娱乐节目接着下来，再甲刷着下去吼！来，要安排在咱后边边，咱的四个人名，来，咱的柔柔小姐，这咱都来唱蔡小虎的歌曲，安排《万贵秀丽》来共同欣赏哦，谢谢。安排继续的一个《万贵秀丽》，谢谢。谢谢。
今日这台电视你要求的吼，即马是安怎？今日忘词啊！隐藏版歌手，哎，隐藏版歌手是我啦，是我，是我啦。有时来用迄个长条、迄个大粒的时阵吼，啊，佮像这专场拢小姐的时阵，你敢知？哎，小姐若接无到，我拢喘咧蛋。我若有时仔讲安尼，若亲像表一直播、一直播，播到小姐拢无来时阵，我真正用用佮要唱啥物歌？哦，对对对对。你看到我的歌吼，上无啊，佮有500条以上起条，即摆就断无5条啊，因为佮你同款隐藏版的吼。哎，断无5条当中，迄个有无？有时仔规条歌开头无都唱到尾，对。哎，伊会跳江。跳江好不好？哎，爱歌顺了叫袂记，真正足见笑。系啊。所以我若找迄个几条较熟悉的吼，我都有唱唱到尾。啊，有人讲，哎，主持人做较久，那可能迄个歌，迄个我开头的我都唱到尾。哎，真正有写袂记真嘞。系啊。哎，你若像你咧，久久出来做一届吼。系对。哎，真正若叫滚一阵嘛，拢会袂记了了。真嘞。真正。系啊。我感觉长过你哈。唔捌。从来都没有。对。哎，不过有啥我是较奇怪，你本人甲你迄个，哎，真正是照片。安怎讲？你的照片里面看起来吼，迄个刚刚迄个十五六岁，那个笑，好像还有化妆跟没化妆有差。哦，那张照片没有化妆，没有化妆，哦是没有化妆，看起来较幼气的对啊。那伪装伪看起来较成熟，但是一样的美啦。谢谢。我是讲真正照片会骗人的。哎，你来讲本人啊，佮客一定会说，哎呦，哎，你刚才本人有伪装，佮无伪装上无差，你误会起条。真的，迄骗人的骗人。我奇怪客，安尼我进来，我骗出色的，那我都叫做幼气的吼。这囡仔来，我来当暗哥。啊嘛，谢谢。而且，相片内底看起来，敢那加做细条子的。系啊。我本人看起来，真正我那真大只。那有大只？啊，还好，至少你敢那比我较悬。你上无阿哥162对不？我超过。啊，超过呀，对不？啊，那算大只啊啦。嗯。那伫咧咱舞台顶还算大。对对。体型看起来袂歹，相信实在哈。来，阿哥咱再来一首蔡小虎的歌曲。嘿。接下来安排这首歌是我只在乎你。哇，邓丽君早期的歌曲哈，非常动听。来，咱安排这首《我只在乎你》来欣赏。遇见你，我消失在哪里？日子过得怎么样？人生是否要珍惜？也许认识某一人，过着平凡的日子，不知道会不会也有爱情甜如蜜？但塑料。想在呀，
你大家拢做那个趁钱啦、趁水、花虾泡等等等，我们要当发财富好年，会收会当拉价，那个在拉等哦。来，这条歌是咱的国语歌曲对，也是咱早期咱的日本歌曲改编的。嘿，阿里都叫把咱穿插咱的台语歌曲，你敢无回头到尾拢总是台语的吗？无啊，阿婆，无，干来一几句尔，吓，重点啊，啊，干来重点尔吼。嘿，我来要甲你问讲，这条台语歌曲的名是啥物名？啊，就我只在乎你啊。今天啊，真正哦，今天啊，还是像改编那个曲，邓紫棋。哦，你说那个香港那个邓紫棋啊，哦，是那个曲。我是讲，应该那是台语的歌，可能有开头到尾拢都是台语。为什么开中才个差了？就讲讲重点。哎，这卖歌很奇怪呢。真的。现在的歌曲哦，起码拢是这一类国台语一起唱。对啊。哎，也有那个日台语一起唱。嘿，对。就这，就这。是。啊，你豆仔嘛非常好听。是。那么像较早吼，迄个几落十档一个歌曲吼，拢总是统一这样，听起来敢那出歌版。嘿。哎，像即卖一寡男女合唱的歌啊。国台语的也是蛮好听的，对，哎，起码一寡创办人吼，要改变一些思想，是，别当拢行较早迄种路线，那继续行较早迄个路线，起码唱片无人买买，重点起码唱片嘛无人买买呀，系啊，因为起码那个有手机，你看，然后费玉清又开那个演唱会，又要公麦了，为什么变公麦？因为起码唱片无人买，唱片卖不出去，对啊，只好开演唱会来，迄个卖一寡票，哎，真正太好啦，对的，你看情况呢？二姐将会去买封麦的时阵，你敢来开一场的话，就听河北伊过来当个唱片啊，真的啊，真正呀，啊，所以啊，今日啊，就好谈的吼，无咱嘛来开一个演唱会呢，啊，咱来开个正演唱会，唔知票卖会出去无吼？我看专程可能敢来，你规家伙啊，甲唱片头尾，对对对对，啊，佮票去家讲啊，我要开演唱会，三千步啊，三千步啊，甲你接歌啊嘞，三千步啊，真正讲的吼，现在真的唱片没有人要卖了，真正啊，即马那爱情嘛，等几个月，你像咱台语唱片哦，即马等情的等乔佑嘛，嘿，啊，那台语的许什么哲啊，那个什么许富凯，啊，许富凯啊，哦，几个月啊，真正，那较像的嘛，即啊，迄个台语的女唱片不是侪谢宇君呐，啊，你像看到什么陈小云嘞，即马拢埋没啊，对啊，真正讲的吼，哎，歹谈。钱歹赚，应该爱行别种路线。对。有诶，落去开餐厅，啊有诶，另外落去投资无同款诶生意，真正。啊，你甲看咱这道嘛是哪来哪卖，时机真正哪来哪卖。较早咱诶农历四月八号是真正往咱出大日咧。对啊。哪里讲诶，大日拄啊四月清明是用啦。诶，即摆还阁有人休困诶，足侪呢。真诶啊。吼，所以下暗个感觉到这个所在真正足啊感谢，咱会讲咱这好朋友。嘿。啊，对着咱余真创意传播公司，对。甲咱这尼啊。朋友，跟咱这尼啊照顾吼，啊，林刚啊，迄个新明星啦，老礼拜带媳妇嫁查某囝，开讲伫厝阿公啊做生意，伊人做大细，有需要拜托跟咱做服务，人讲电话甲卡咧吧，一通电话服务马上到家，会跟咱安排一下，咱这尼啊水休息啊，是啊，啊去甲领导啊唱好听的歌曲，啊跟咱做安排吼，好，啊，跟咱现场来宾继续跟咱支持，继续跟咱表达，可能直播会当资料更加搁再完满吼，好，非常感谢，来继续跟咱进行听歌。好，格力个小妹，继续等伊讲起真好思绪。OK， 来，格力都来真好思绪哦，来，格力都做到个探子，探子。虽然阮身边一摆，请你着想看卖，有时阵阮嘛会使来，过去陪阮来在青春已去。小妹的面容，一句话爱你，有啥的心。
是自阮也会使来，花香带阮来采，青春已去不在，东西南北犹在你安排。真好是水到了天际，紧来紧去无一丝三界，女人的美丽亲像花蕊，帮你听旋律。首歌一歌曲《日不落》，好的，安排好这个歌曲《日不落》。来，蔡依林的歌曲。世上有花一眼睛，和平跟有人不发扬声誉，请好好的放弃。祈祷你想应有的情泪一句，永远不懂得守护爱情。你在回忆里留下的脚印，是我爱的风景。我要送你日不落想念，清楚代表爱的明信片。广场杀人群，我要把爱全都装进心里，陪我一起旅行。我要送你日不落的想念，清楚代表爱的明信片。我要送你日不落的爱恋，今天流行把世界走遍。你就是晴天，你就是晴天，我的爱未眠。想念陪在你身边，我的爱未眠。好嘞，来一首非常轻松的歌曲《日不落》，来邀请的柔柔妹妹，我们带来好听的歌曲哦。祈祷你想应有的情未去，懂也不懂得守护爱情。你在回忆里留下的脚印，是我爱的风景。我要送你日不落的想念，清楚代表爱的明信片。我要送你日不落的爱恋，今天的心把世界走遍。你就是晴天，你就是晴天，我的爱未眠，我的爱未眠。不落的想念，陪在你身边，我的爱未眠。
是晴天，你就是晴天，我的爱未眠。啦啦啦啦啦，我的想念飞在你身边，我的爱未眠。阿美，这首歌也歌曲是不错，谢谢，谢谢。来，刚才陪伴人柔柔精彩的演出哈。